五百天。所以，若咧表演的时阵，咱注意来甲欣赏，注意来甲听，啊，莫开讲，莫讲话，好唔好？吼、哦，恁安尼出门安尼看到好朋友，话足多，等于恁到家讲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谢谢大家，安静。来，我们现在潮汕国小太鼓队要带来一段表演，我先甲大家报告哈、哦，这段表演。在咱台湾，敢若潮汕国小小朋友会晓尔尔，因为咱的老师是去日本学回来的。啊，这伫咧拍的时候，你若注意听迄鼓点鼓声吼。老师，你们这里不要讲话好不好？吼、哦，卖讲话啦，我要甲恁讲这日本的迄个故事，你嘛咱了小听咧。这个鼓拍落去吼，你会听出啥物呢？听出。在渔村，咱这渔村吼，非常欢喜的一个美丽的景色。啊，过来嘞，人因咧渔村的渔船嘛会烧饼嘞，嘛会比赛看啥物人的鱼捕较济嘞吼，所以因咧蓄势待发。你就会听到吼，要出海捕鱼啊，大家较认真嘞。啊，过来嘞。会烧饼哦，看相较老哦。两只渔船啊吼，看你较紧到地点，还是我较紧，敢若咱的龙舟比赛。结果上尾你会听到一团和气，因为两只船同齐到，你无让我，我无赢你。这足趣味的一个歌的表演，今嘛咱就由潮汕国小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，掌声鼓励。祥和美丽的渔村景象，大家的步骤就是这么样的遵循大自然的规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回家，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如同我们潮汕地区一直以来有着前辈，有着交通如此便利，给予我们所有的孩子提供了最美好的成长环境。潮汕国小、富里国中老师们的认真以及校长的优秀领导，让我们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着远大的目标，可以说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好地方，也培养了许多人才。全国的射箭全国国手就出在我们的村庄，大家进进出出，跟外面的联络。我们由着香山车站90岁了，今天我们欢聚在一起，一起来享受太鼓带来的美好。
破浪，这就是我们泰国的第二段表演破。